出席咧系支持我哋活动噶。咁呢个时间咧，我哋首先请我哋嘅主礼嘉宾咧上台就座噶，分别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、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郑耀堂 SBS 太平绅士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 SBS 太平绅士，息息员主席李耀辉先生，天德集团副主席钟庭林先生，饮食专家蔡澜先生，影视红星薛佳燕小姐，并且由我哋咁多位嘅老板同埋董事陪同啊，分别咧就系金殿海景宴会厅暨江顺河鲜董事长彭焕棠先生，常务董事总经理陈锦祥先生，常务董事总监韦锦潮 BSCE 副董事长朱木元先生，常务董事陈良发先生，常务董事朱杰先生，常务董事陈丽婵女士，常务董事陈善女士，同埋常务董事彭思毅先生，有请咁多位嘉宾，有请咁多位老板一齐上到台上面就座。